亚洲流行天后蔡依林1.4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演唱会上邀请五月天来助阵，主唱阿信因为过敏而临时缺席，串身为主唱的九令竟趁机爆料惊人内幕。到底九令说了什么，让台下粉丝尖叫声不断？广告回来马上告诉你。哇塞，好多人呢！亚洲流行天后蔡依林2015年 Friends 世界巡回演唱会加场再加场，1.4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一开场就以全新的视觉影片吸引粉丝目光，决定化身欧洲中古世纪罗马女战士，帅气出征，手握重达6公斤的圣剑，为演唱会揭开序幕。影片最后一幕，神话女妖美杜莎出现时，九令也顶着万蛇钻洞的4D 蛇法妖女头饰，从主舞台缓缓升起，尖叫声立刻破表。再度唱回台北小巨蛋，从舞台设计、编曲、动画、音效到硬体更新，都是高规格打造，就是为了带给粉丝全新的听觉和视觉享受。神话战士状带动全场粉丝一起 pray， 更穿上由香港造型师操刀的中国宫廷风格服装，改良式的金融刺绣旗袍，让九令曲线毕露无遗。演唱会精彩绝伦，甚至贴身挑逗男舞者，性感指数在升级，全场尖叫声不断。华丽奢华造景令人难忘，决定穿上翻糖梦入芭比装，坐上缤纷梦幻的甜点蛋糕车现身，再度炒热现场气氛。
锁定贯彻 Play 的概念，将所有角色玩得淋漓尽致。演唱会不止好看又好玩，找来的特别来宾也是当台下粉丝惊喜不断。指定在四场演唱会中个人独秀了两场，最终场的特别嘉宾邀请五月天来助阵，而当久违的五月花组合经典重现，是立刻摇滚全场粉丝。2013年，九零在犀利女子大趴中宣布五月花正式成军。照理说应该有六个人站在舞台上才对，却因主唱之一的阿信对光过敏，临时缺席，成为众人调侃的目标。嗨，大家好，我是五月天。不是五月花，对不起。对。然后他要来的话就，你知道他就要对唱这样子，一定要唱一点歌这样。对。因为他乐器也弹不好这样。可是。今天其实有一点是我们四个这个想办法编个理由让他不要来，这样让我们四个可以好好的站在这里。真的，这两年我觉得我自己功力也进步蛮多的。你说哪部分？就是我的魅力。我的意思是，你看像今天阿信没来吗？对，哎，你知道这个阿信没来。因为他过敏，对不对？对，他过敏。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功力已经大到他喊蔡依林，他整个都过敏。他就太性感了。那天我们才电话通过之后，哎，后天那个蔡依林演唱会，对，我们要唱什么歌，就是要确认一下。对他听到蔡依林，没有，阿姨说九令啊，哎，等一下我过敏。除了天后与天团的合作令人目不转睛，九令还邀请了自己的偶像来站台椅。金曲歌后林忆莲背对观众从升降舞台登场，全场粉丝尖叫声不绝于耳。而这两位华语乐坛的天后首度合作，同台飙唱，不一样又怎样？就是希望带给社会更多的正能量，把爱传递出去。对自己的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勇气的，然后今天晚上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很多的爱，然后也感觉到很多对周丽的爱，我很开心。谢谢 Sandy， 谢谢大家。对 Sandy， 其实我私底下从上一个tour我就一直邀请他，然后时间一直都对不上，所以这次就是完成我的梦想这样子，只可惜没有再多唱一首，我觉得这是小小遗憾，下一次一定要再多留他久一点。粉丝虽然无缘听到两大天后合唱《听说爱情回来过》，不过整场演唱会九令是诚意十足，一共换了8套服装，其中6套皆为全新的设计，最后一套的黑钻 bra 高压裤装是把九令女王气势拉到最高点。
锁定2015年 Pray 世界巡回演唱会，霍尔个人在台北小巨蛋的开唱纪录，总计8场的演出，累积了88000位观众，缔造2亿4000多万的票房纪录。陪姐魅力持续延烧，不仅关心社会议题不遗余力，与粉丝在舞台上的互动更是一绝。广告回来带你继续 Play 喽。完全乐林凯君整理报道。蔡依林 Play 世界巡回演唱会 Encore 上，是不是让你看得意犹未尽呢？这段完全乐还将带你一起感受充满欢笑与泪水的线上精彩的演唱会内容，你千万别错过。我有一件事情想宣布，方老师，亚洲流行天后蔡依林 Play 世界巡回演唱会 Encore 加场，不止硬体规格及表演升级，就连现场互动的动人程度也跟着上升，延续先前配合点歌怕桥段，这回歌迷更是卯足全劲，靠着各种不同的装扮吸引天后注目，逗趣的 Play 互动是让现场爆笑不断。那我们小小兵选一首，身怀绝技的歌迷是逗得蔡依林乐开怀，让 Play 巡回演唱会宛如一场豪华 party， 甚至还有力挺黑姐的粉丝把自己扮成金曲讲座，宣示蔡依林在歌迷心中那无可替代的地位。Hello， 你今天的造型，是看你的金曲讲座做出彩的。这个金曲奖是所有歌迷都要给你的，你的最那个最佳女歌手。已经超过了这个定义，你不只是最佳女歌手，是超级最佳女歌手。谢谢你。那你要把我带回家吗？你要把我带回家？金曲奖讲座我家有啦。有啊。没关系，我等下整套脱下来给你。整套的。对。OK。签收一下好不好？签收。哎，你都安排好了就对了，是不是？好啦。抽到什么？还是我可以听点吗？我怕我不会唱。没关系，你不会唱，我唱。啊？因为这是我的演唱会，不是你的演唱会。I'm sorry。Thank you.
从现场逗趣的互动看得出九令与歌迷浓厚的感情，而向来勇于为爱发声的蔡依林也不忘记有演唱会的记录影片替弱势族群发声，充满泪血的事件纪实透过细腻的呈现是让不少人红了眼眶。蔡依林 Play 世界巡回演唱会藉由串场影片说出弱势族群的心声，而其中九令的铁粉曾英奇在生命过程中与肌肉萎缩症力抗，曾爸爸曾妈妈勇敢坚强的用爱陪伴英奇成长的故事，更让蔡依林看了难掩激动情绪泪洒舞台。这是他第一张那个他爱上蔡依林的那个最原始的，请问去 KTV 哦，那什么拢点蔡依林？你好，很紧张吗？对，非常，非常。导演要送你一个，谢谢。我以为是我要送他。哇，很累。开心的见到你。免紧张，免紧张，紧张的是爸爸啦，把咱传唔到路啊。他离开我们四年，好像心中好像觉得少了什么了。他都是在思念他，思念他就变成一个目标，就是把他想成是说，他这一顶帽子如果戴在身上，是不是他也陪在我旁边呢？哦，他去爬山的时候，他就化作一阵清凉的风，哦，拂面。如果说英奇是一个平凡的小孩子，可能我们就过着平凡的日子，可是英奇丰富了我们这28年来，所以我觉得我值得，我也很感谢他。爸妈，谢谢你们，这辈子能当你们的儿子真的很幸运也很福气，未来没有机会孝顺你们，你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每天保持心情愉快，不要太想念我，我知道我会永远活在你们心中的。我相信今天英奇应该也是陪着爸妈一起来的。我觉得曾爸爸曾妈妈教会我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我们大家一件事情，爱就是用完美的眼光去看待不完美的人。我每个人都有小缺点，但爱不会因为你跟他分手或是你忘记他而失去，就像影片跟爸爸一样，到哪都觉得一起陪伴在身边。对我来讲，我看到的爱是接纳，是包容。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英雄。而另一段影片则记录下玫瑰少年叶永志的故事。纪录片中，叶妈妈将儿子不幸身亡的悲伤化为力挺性别平权的动力，那坚毅的神情是让在场所有人都万般不舍。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啊，他的口跟鼻子血一直没有办法止住了，我说完了完了，我的小孩子没有了，我要救像他这样的小孩子，如果我站出来能够救这些人，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孩子们，你们要勇敢，天地创造你们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有一点时光让你们去争取人权，
要做自己，不要怕。啊，全场都在哭啦，我叫他们，我喊他们，孩子们，你们不要哭，你们哭，哭会选择我们懦弱，我们没有错，我们要向着阳光去争取我们的权利。首先呢，要非常谢谢叶妈妈，因为这位玫瑰少年永志的人生非常短暂，但是他却给我们很大的教育意义。也许发生在你身边很特别的事情，不代表你是很奇怪的。那我相信永志在跟妈妈说他在学校发生的时候，他其实也在怀疑自己，所以他的故事也希望鼓励你们大家多一份包容心，先认同你自己，也许你真的不一样，但是说演唱会只是一个娱乐，也许对艺人来说演唱会只是一个工作，但总是勇于挑战自我的蔡依林，不只将每次的表演突破完美呈现，更期盼透过自身的影响力为不同角落的歌迷发声。相信也是因为如此，才让卓令在亚洲流行乐坛的地位能够历经多年还是屹立不摇啦。完全乐陈颖整理报道。蔡依林在 Play 演唱会上完全享受舞台好自在，却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摸索自我才享受到的甜美果实。这段回来带大家瞧瞧天后近年来的大转变。有这些特征，保证。世界巡回演唱会加场再加场，连四天完美落幕，每天都有一点小惊喜的精彩歌舞秀让大家好评不断。但你有发现到什么吗？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更加自信从容和自在，完全的享受舞台，甚至和歌迷们的互动也更多更紧密，而且还很幽默。你的嘴唇很漂亮，你不要哭。我知道我比你漂亮。还好没有。好，我让你点歌好不好？你要你的歌吗？不然呢？ Oh my god， 可以跟你合拍一张照吗？可以啊。谁帮你拍？哦，你手机有带上来 ？OK， 三，你不要拿苹果的啊！走开！三星啊，三星的，快点！我也有东西要送你。哦，这是什么？它是一个灯泡项链，送给你。谢谢。可是你有卡到我的毛，你可能要拉一下。OK， 不是下面的毛。却是他花了过去十多年的时间摸索，从用别人的肯定来自我满足，到肯定享受自我的成功，学会爱自己后才享受到的甜美果实。而卓令也把它完全体现到《呸》这张专辑上。你可
前是对于演出角色其实会有点害怕，那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那不然你既然这么放得开，来个无表情五连拍嘛，好吧？我们重温一下 MV 里面那个很特别的蔡依林。不要，明天一定真的很丑了。放不开嘛，快点，来啊，就无好不好？来，好不好？文馨的蔡依林，对。好，不错，黑白很好。好，接下来是甄芳达的蔡依林，岳云超的。我太可爱了，耶、yeah! ！可爱可爱，不要停，就降到八点。好，再来是嫉妒心很强的女明星的蔡依林。好，心机重的，心机重的那种，对，对。哦，还有。哎呦，心机真的很重，哎呦还撩，有种就整个撩开啊！这两三年看不少书，也开始上课的蔡依林开了窍，在配专辑中可以明显看到她的转变，不仅开始尝试类戏剧的演出，整个人放超开，表情丰富许多，也实现 play 的概念，大玩角色扮演，乐在其中。那你今天知道你的那个新歌？哎，主持人口才很不溜哎。蔡依林说她腰有点酸，哎，而且衣服也爆开。吧，要不要上面也打开？乔哥，你怎么摸我这里？对啊。今天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喽，话不要太多了，让他知道主持人有多痛苦了。不会，我觉得我的话还蛮多的、啊。掉袋子，掉袋子。我可以体会到了，因为今天真的他简短，我真的脑筋一片空白。你有想过，如果你到一个新闻记者，你会想要问蔡依林？蔡香，让你体验一下，你当记者。问蔡依林问题。天哪！然后呢？我黑吗？天哪！你怎么身材比例这么好？你觉得他会回答什么？蔡依林，那你会回答什么？回来！天啊，你怎么在镜头都看起来180，但其实我很娇小的。以往自我要求极高，任何表现一定要完美的九令，不再拘谨，没有温度。连曾因为媒体加油添醋报道，一度心灵创伤的他，现在也已走出来，懂得幽默应对。包括过去对恋情闭口不谈的态度，都有了大幅改变。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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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哈。由于日前被平面媒体报道，蔡妈为了女儿的爱情运势求狐仙，则令忍不住大笑三声回应。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我没这新闻，我就是空穴来。你觉得你需要拜狐仙吗？我好像歌迷就是我狐仙，自己感。自我感觉良好，不是的。不过大家更关心的还是他在农历年假期时，在直播节目中低头慌张寻找戒指，究竟是不是因为那是男友锦荣送的定情戒呢？我觉得媒体很好笑，那个真的就是我敬业的表现，因为就是造型师通常都会借蛮贵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怕损坏到，然后没有还到这样子。定情戒。我刚才已经说了，是吗？在工作的时候会带定情戒之类的东西，纪念性比较强。我不搞错你。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甚至能和记者像朋友一样轻松舒服的互动，在这都是天后蜕变过后的证明。而酒店的好自在，不只有在自家场子上，刷到二姐将会的嘉宾时，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的时间才找到和自己相处的方式，虽然有点久，但相信一点也不晚。所以在他班上事业再次高峰的时候，希望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大家能够尊重每个人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要先认同自己，如今由内到外自然散发出来的自信和自在，让他更加闪耀动人。这样的蔡依林怎能不讨人喜爱？完全娱乐蔡无雪整理报道。